间上会比较赶一点，那所以等一下大概。进场。希望大家不要群聚哈，下面所有的位置包括校园，只要你们把椅子记得拿出去，然后呢你们在自己的角落哦，不要跟人家有相关系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接受，到最后记得把椅子搬回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哦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了哈。那至于厕所的部分，参赛的同学厕所在里面，休息的同学在下面一层，那么呢再往那一边的方向哈，因为这一边靠这边的厕所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，所以应该是不是很干净啦哈，因为我们这边楼下的这一区是运动区，几乎是不给学生用的，那这一区楼下的另外一区是开放用的，是很干净的，所以可以过去另外一区去。Thank you.
大会。就会撞起来，还是那些？不，不然啊，对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啊，结束。请所有老师跟同学往左右两旁的楼梯。只是来一小时，你们要准备好久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等一下十一点再开始。是我们学校常用的脚架固定器，这个是木质固定器，看上去体积带变异器的脚架固定器。还有我们的设计理念，方便因应平滑脚架的三只脚，然后来测试它的稳定性。各家装了一个温度计，将可以平均温度达到。我们将我们原本的吹风机改为卤素灯。冰箱内达到五十度，达到五十度之后，五加吸管跟油加吸管。对，这是五。以及扣扣住不，我们也为了将产品能够实体，目前我们材质外壳使用的是 3D 列印的材质。那个图表，图表前面上为什么要用？太多次碰撞，然后最高速，而去加它的，开始。
break the rule， 让制度工具不再零。问题界定，定义问题，创意发想。第一点，了解空间可变式使用领域。我们首先来探讨我们的主题，主题我们分为两类。第一个主题，简单的模型操作练习，所以我们想要借由这个机会，我们受到这个概念的启发，所以我们三个不同的使用情境，来验证我们的基本构建以及符合原型的可行性。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说明。那在我们进一步说明之前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基地位组。这整个组呢，是我们校园的配置组，整个空间与空间的连接通道。第三个是它的作品。切片为虚构的档案，最后汇入 3D 列印机进行300，以300的比例，甚至是更拉开切，并且在上盖工具明显能更快速一点。设定上面怎么最后统计的结果呢？其他大于带一下，说你的观点变成你们现在可能会写很多我们意想之外的，然后我们这次统计出我们学生最多写到视图桌上的水平，那个平行尺的功能。我们想说，如果让它成为三角板的样子，就是看到我们很对视图之前，我们要因为你人数不多，你这中间的相关性，因为你讲完半天，我还是听。循环经济的角度去看的话，那你发展出来的。接着建筑出来是房屋，那我们想说，一般市面上的货架尺寸，宽度为120公分，高度为。混凝土的凝结时间、宽度。第二点，探讨炉石及飞灰取代水凝菇，你要分析灌浆材料的最佳配比。我们发现，利用水量70%水泥、30%炉石及高用水量。好，5:1里面就宽度那一个部分哦，怎么量出来有60几的？是想要请问说，你要做这个主题，就不必那么高，像你这样，你不会用手拿的。Thank you.